你还记得我是怎么去学的单板滑雪吗？嗯，直接摔到放弃，真的是摔得太狠了。哎，但是你上来就是滑单板，单板太难学了。我先上来滑的是双板，然后郭金飞说那个那说单板帅，我说行了就换单板吧，然后也摔得死去活来，就再不学了。你看我是怎么学的？嗯，我就在旱冰场里边上不是有一圈围栏吗？嗯，我就从头到尾都在这样，就是这一个姿势，然后就一次也没摔就学会了。哪个男生带你去的？就自己啊。哎呀，你还自己去旱冰场？哎呀，同学，女同学，女同学。